埔盐乡2019南新农村花海艺术季自即日起开放至1月15日，占地约10公顷的坡势级花海陆续绽放，美丽如画，欢迎民众一起来赏花，体验田野艺术生活。南新社区就是充分把咱社区的特色、特产、人文风情，甲展现出来。这就是回避弟弟讲的未来，咱中华一定爱行的路。今仔来吃了以后，有去洗洗无？花海有水无？有去翕相打卡，很棒。我看到他们还做了几个所谓的家具哈，让大家拍照更有 feel 哈。然后一真济的农产品，拢咱在地的农民生产出来，拢有的是透早去烤转来，包括葱头，包括一寡农产品，迄就是把咱在地的物件好好的行销，一个很好的案例。又把在地的一些文史工作者，包括书法，包括等等哈啊艺术表演、萨克斯风，给传来到咱家，和咱在地的物件。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好，每年我都有来，每年也觉得一直在进步，因为这要动头脑的，这办活动要变巧，不可以每年都办同样的，办同样的没什么人要来，对不对？对、因为感谢我们的施政赫村长跟我们的泽夫理事长，他们也一直有到这个活动，四界去走走，四界去打拼，讨经费，未来乡公所这边也会大力给他支持。再来，我拢伫网络吼，直直广告，直直加油，直直捧，叫人袂爱来咱大乡看咱的花海，甲咱讲咱大乡乡有偌水。埔盐乡2019南新农村花海艺术季，同时行销在地农特产品，民众可以在花田间欣赏在地艺术家展演及社区才艺表演，活动内容非常精彩，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埔盐采访报道。